主料：白菜一颗，豆皮两张，木耳。辅料：油、盐、味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将豆皮切成丝，将木耳洗干净，切成块，将白菜撕成小块。锅中放入油，油温六七成热时，把白菜放入锅中煸炒。待白菜六七成熟时，放入切好的豆皮，将木耳放入锅中翻炒，加入适量的盐调味。出锅前放入味精调味。烹饪技巧：如果豆皮干的话，可以适量少放一点点水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